天。你们是没睡觉吗？手机太久了吧。好漂亮。痛了吗？哇 ！Oh my god！哇！小胖，来来，家长可以进来了。你是带回去。Yes. 我们有18个人要去。我们在 check in 了。哦，我的才16公斤。你也几公斤？20公斤。你的行李已经白白了。我们现在在处理，看能不能坐一起。其他的团员也到了。我们这个地勤他帮我们安排坐一起，太赞了。10:45。嗯哼。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要拿。Yes， 好久没出国了，大概4年了吧。超爽的，超爽。2年没出国了，两年。这次要去一个美国，坐11个小时。又在吃，又在吃。耶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摸鱼，现在被偷拍了。到底要吃多少？飞机豆。对对对。摸呢？他不能。Hello, welcome. On the right side. Hello, welcome. Once again, a very pleasant.334有 WiFi， 下飞机第一件就是连 WiFi。我们到这边等8个小时，然后再去前爬。没有高铁啊！我睡已经过了2个钟头。舒服吗？好坐吗？不好坐。真的吗？你刚刚过海关过得怎么样？普普通通，就问了一些问题。我第一个出来的哦，还用 Google 翻译。你不是明天飞机吗？好坐吗？飞机好坐吗？我也都是睡不下2-3个小时的，我也是。你有看影片吗？看电影什么的？有啊，我现在都在看，我看了只差3个小时。干嘛？认真哦，拉筋哦。哇，终于要比赛了！刚刚飞机上好玩吗？很好玩啊！我们现在在这边，现在是旧金山9点多早上，我们要等到2:55的飞机，所以8个小时在那边卡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早餐现在是台湾的晚上1:30。所以我们现在这应该是算宵夜，就是汉堡王，吃超多。不要拍，直接躺平。你输了。你不是说没有玩吗？没有啊，你自己说。好了，一直跑过去，跑过来。看我吓到嘴巴。这趟终于要去目的地了，耶 ！Tampa， 才坐5个小时，累。Morning， 呵呵。小飞机。For the fifth time。
也没有什么。在哪里？我们在天霸。都到了吗？你看看，来这来一款呢、啊。对，这里。有精神一点啊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好啊，好，别太用力了，好。中不行。哎呀。呀你们是没睡觉吗？等一下，我们抵达了，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。我们的校车，对了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再见，再见。马叔，马叔，我让你你电话给我。哦，打房啊！我们要开箱了，要开箱了。他这不能，他这不能卡。兴奋的理解是要冲厕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冲厕所？一个礼仪吗？哎、欸，微波炉哎，东西拿进来。我们这边的景还不错哎，可以睡外面吗？你要睡这里？对吧？不会睡这里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布。我赢了 ，yes， 耶、yeah, ！睡外面，睡睡睡，睡这个风景区。可是没有筷子怎么办？也要去用一下镜头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的宵夜局吃泡面。对啊，镜子用完真的超爽的，超爽，超级爽。结束我们今天搭飞机搭一整天，然后明天9点多就要起来吃早餐了。我们刚刚吃宵夜，然后用一用，现在已经4点了，凌晨。哎，睡觉，下个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安跟大家说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